啦，不得不尖叫。那今天既然都来了，还是不如就请玉林哥当我们的销售员。子晴，你还真的善解人意，好想也发展副业，在你这个店的对面也开一间。500元110，那就找你690 ，OK？ 690，我是390。还好你有厉害的店员，阿伯你在马吉撩起。外面有一些不孝业者会用自来水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一直捞不起来啦？然后再来就是先加凤梨酱。今年有够巧，嫁到大难落丑，是农有够呆，娶到大风口在后面，风口在后面。我看我在摸摸啦，我。那今天一个风口了。你看，安内啦。玉林哥的第一杯手摇椅诞生了。